在灵鹫山，你看大自然，你听寂静，你听那个下雨的声音，你都觉得很平静。就山禅修法哈，简单的四步骤就能带你回到本来。听它可以消灭一切的痛苦。当你听到很进入的时候，那个痛它也不见了，那个紧它也不见了。从师父的方法来禅，就可以相应到《心经》所教的法门在里面。闻思修就是听听听嘛，那我就是用听听听来进行我的这个禅修。观音菩萨的法门呢、啊，反闻闻自性，这是要从自性上去领悟，去证去悟，去走进这个空性的一个生命。你终于认识你的本来真面目，可是。本来真面目虽然你认识了，你还是要一直禅修，因为你还是很容易迷失。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很棒的导师，因为在学习的时候你会迷失，就好像一个大海，你要从这边过去对岸，你不知道方向啊，他就好像一个船师，你知道吗？他会带我们渡过这个大海。啊，这个都非常的让大家清楚，对不对？
对我来讲做这个功夫我会很欢喜，因为我已经知道怎么回来，所以我没有那么怕起妄想啊，没有那么担心迷失啊这些。人就是还回来，就是把心又定下来，再一路一路这样深入，就可以看到这哎，你又怎么了？这个心是自己错嘛？就去接受嘛？去改嘛？这样子。